中职全新球季即将开打，除了各队球员加紧春训的脚步，啦啦队现在也有新血加入了。中信兄弟啦啦队成军十周年，今年将以17人阵容登场。而在乐天桃园队方面，找来了前韩国职棒奇亚虎队的王牌啦啦队员李多惠跨海加盟，在新球季跟球迷一起在场边应援。神群群秀出招牌，炸裂应援，准备迎接中职全新球季。开季前，啦啦队成员们的补强，各球团来势汹汹。中信兄弟啦啦队培选 Sister 三名新成员重磅加盟，首次和学姐们合体亮相，马上就来一个残酷随堂考。虽然应援动作还是有些生涩，但三个人可都是硬底子，是民族舞啊，身段柔软，但这次的舞就蛮多力道的，所以大家偷偷就是抱一下，大家可以期待。在跟我们练舞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哦天啊，你们的舞怎么那么难？”他们那一队的舞蹈大部分就是比较偏pose 为主。不止中性 PS 女孩，各位超火辣应援要来了，即将席卷台湾职棒。乐天女孩也宣布韩籍啦啦队团员李多惠将跨海重磅加盟，光看她的 IG 追踪人数就知道她人气有多旺。她是前韩国职棒奇亚虎队的王牌啦啦队员，是当红炸子鸡等级。球团也预告多惠在台湾的初亮相登板将会在4月14号留给乐天桃园的主场球迷们，想要赶快偷换班，然后想要跟他同台，因为有一种小迷妹见偶像的感觉。中职都还没开打，球团就开始蠢蠢欲动，要先用女团魅力冲一波票房。解台北综合报道。